结婚就考准备的。你这不说这么考说都怪你，你这是游戏大商业了，天天光这样狂游戏，把手机给我。不给呀，有人逆着从现在开始天天给他手机，不管我对他不开心。妈，你为手机叫我狂一次吗？咱写作业去。哎呀，我就狂一次嘛。不给你，给就给吧。你是吃饭打游戏，放学打游戏，只有时间去打游戏，都没吃饭，你要吃好回家去。我不听，走，我带你换个吃饭打游戏。走，你是说再打，没打扰你。明天我要去领取家再见。一波一波一波。妈的，再不要打游戏的，好不好？你以后有志气了，才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。你下次沉迷游戏，以后只能为生活奔波，跟爸一样，全辈子吃苦。到时候给你手机，你都不玩。知道了，爸。你下次正是学习的时候，错过这个年龄段，后悔都没有。爸，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一定会戒掉网瘾。小红书。